现在呢，我们开始投弹练习，你们谁先出来？来，往后杀什么？跑什么？出来！哎呀，往后跑什么？我们先看我做个示范啊，看仔细了啊。看见了吗？文秀同志，你来一遍。报告旅长，这个是练习单是吧？把手套摘了。戴着手套冷吗？女孩子是很凉的。谁不冷？啊？我不冷吗？愣啊！陆文雄同志，你倒是使劲呢！报告，我使劲了。是，他一直是这样的，力气很小的。你这个不行啊！他不光能伤着自己啊，同志们也伤到了呀。来，文胜同志，你给文雄同志做个示范。我还不如他的。这是命令。是。你那有弦吗？哇！愣啊！大家都小心一点啊！你搁这磨叽什么？扔出去！吓死我了！把实弹拿来，回来，站好了。又不是我们俩呀！站好了。怎么老是我们两个呢？大家都要练一练的呀。这个可是实弹，啊！我丑话守在前面，这个如果是扔近了，扔不好，咱俩小命难保。扔吧。什么东西？小心眼啊！扔吧。不怕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扔啊！这是命令，快点！一，扔！哎呀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那是教练的，真的啊！我怕你尿裤子。我告诉恁俩啊，今天我是吓唬恁俩，啊，明天可得动真格的了，啊，恁俩搁这儿给我好好练练。其余同志，下表站，起步，走。看什么啊，恁俩？练呐！你们都走了，就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好练的了？别废话！吕天祥啊，文胜，来。你这么快练完了？吕连长，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，知道你喜欢抽烟，一点心意啊，都得关照。你干什么？你别给我绕圈了啊！有话直说。我是想来跟您说一下明天投弹的事。哎，好，说说吧。怎么说呢？你看我呢，是一个养猪的，维秋呢，是一个女同志。你说我们练投弹干嘛了？派不上用的。起，向前两步走，上去。
我跟你说一说，别说用不上了，啊？不，那您说怎么用呢？本以敌人惊弓要武电台，啊，我们都牺牲了，你怎么办？想投降吗？我不会的，我不能投降，我还要保护猪呢。你说的轻巧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怎么保护猪啊？就算你保护猪，啊，那你也要把头单连好啊。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你要把手榴弹扔向敌人，啊，跟敌人同归于尽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李连长。哎，那我们练习的时候不用实弹吧？必须实弹。我不给你们弄点动静，我怕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你学着点啊。还是去练投弹吧。李连长不答应啊？为了保护155的猪，为了保护155电台，还是去练吧。我真的练不动那玩意儿，练一宿我也投不了多远。再说了，就算练一宿，能练成什么样？能扔多远啊？把胳膊练算了，明天更投不远。要是扔得太近了，要出人命的。老文，我们还是试试练练吧。吕连长把话讲死了，他不见血不着人呀。要不然我去找找那主任，说不定他还能替我们俩拿拿主意呢。你俩唠啥呢？宋组长，啊，我咋不去练投弹呢？哦，我们正在交流这个投弹经验呢。癞蛤蟆跟青蛙商量吃天鹅肉这事儿能商量明白吗？怎么说话的呢？谁是癞蛤蟆？哼，没说你是。我是癞蛤蟆。哎，行了，别磨嘴皮子充能耐杆了，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练练投弹去。不用，我们自己会投。哼。哎呀，行，那我明天看看你们到底能投成啥样啊！对了，投的时候小心点，别砸着脚，再瘸了腿。这话说的那可是实弹，砸了脚光是瘸腿啊！开玩笑，手脚炸上天，出人性命的。哎呦我去，这听你们一说都能把我吓死，那我得离你们远点，再崩一身血。这个人讲话，你不用理他，他说话就那样，没文化。就这么定了，我去找那主任，你在训练场等我。哦。刘院长，那两个小知识分子的胳膊还没有树杈粗，投弹投不远不很正常吗？再说打仗能用上他们呀？我明白，主任，那不也得练吗？小树杈子要长成大树呢，需要时间，急也没有用。我的意思呢，明天啊，不要让他们投实弹了，再吓出个好歹呢。行，主任，我今天就是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动真的。行。老王。来。怎么样？投了。真的？那个吕连长吓唬我们的，明天投的还是训练弹。哦哟，哈哈，那太好了，不用练了，我们走吧。啊啊！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那你说呀，我们这样的关系，你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想进干扰组。啊！老外，在这儿只有你能帮我。我千里迢迢到这儿来，我就是为了能离他近一点呐。我现在见不到他的人，我听到他的声音也觉得值得的。
夫人，啊，您这要走啊？下班了不走干啥呀？哎，干啥？你走干啥呀？那主任啊，您今天看了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社论了吗？看了。哎呀，我看了，感触很多呀。我是想向您汇报一下。啊，明儿再汇报吧。啊，啊，今天汇报完就完了。你说今天汇报不完，就得攒到明天；明天汇报不完，就得攒到后天，恐怕越攒越多呀。景大姐啊，我呢知道你要求进步，可是犯事啊都不能着急，那得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，不是吗？那主任，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不想总麻烦您。你说咱这儿吧，除了您就没个副主任了，那我不麻烦您，麻烦谁呢？其实呢，也不麻烦。你说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交给我好了。我现在去，我摸一摸实弹。哎，你明天看我眼色行事啊。我既然同意，我会做得很好的。小意思了，嘟嘟定定。啊，放心好了。好，哎呀，又凉了，等会儿再给你烫烫。快点的吧，我呀，吃完饭还得抓紧回家呢。这个还不是家呀？同志们，你们今天来呢，不是训练，啊，是观摩，啊。也可以叫战绝诸位。今天呢，万盛同志和文一秋同志要进行实弹训练，啊，大家给他们鼓鼓掌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老宋啊，哎，李站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你们练你们的，我过来学习学习。老宋啊，哎，咱们全药物电台要说露手弹啊，那我当然是第一，嗯，你肯定就是第二嘛。所以嘛，我这个第二得向你个第一学习，这叫要求进步。哎呀，老宋，真的太谦虚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投不投了？你们两个怎么聊上了？我要投蛋的。行，好，万盛同志，你今天很积极呀，你先来。好啊，我很想投的。哎，行，手榴弹给他，是个男人啊。哎呀，宋组长，你这讲的叫哪里的话了？我当然是男人了。哎，女人都站在第一排啊，男人在第二排，我在第二排，我还是站第一个，不是因为投不投，投弹，废话太多，赶紧投吧。啊，投！啊！同志们趴下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文秋同志，你起来吧。不行，炸弹还没有爆炸，我要保护同志们。你那弦儿都没拉，你爆什么炸呀？啊？啊？啊？呀，哎，都起来吧，起来。哎呀，我，哎，你看看我，哎，都怪我，我忘记了。哎呀。你还忘记了啊？你这一紧张，把手榴弹扔人群里了。你知道，这要是实弹啊，再拉了弦儿，今天得出大事儿啊！是
你得撂刀一片呐、啊！吕连长，主要是我真不知道，这不是时代啊！用时代，用时代，我怕你小子尿裤子。用时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吕连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对不起，吕连长。同志们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往同志们的头上扔手榴弹了。我再试一下好了，我。好了，那你往后。雷秋同志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能有这么大的胆量，来，给大家讲讲。哦，这是要讲要讲的要讲的，老文你说说。多亏你救了我啊，老文。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八个字吧。八个字啊。不怕牺牲，争取胜利。好，好。好啊，好啊！这个年轻人呐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！啊，你稍不留神，他就给你捅娄子。不过这么一折腾啊，那女的呢就立功了。啊，说来也挺奇怪的，你说那男的他怎么就把那手榴弹就能投到人堆里去呢？那女的他怎么又敢往那手榴弹上扑呢？他真的就不要命了吗？真是挺奇怪的。哎，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那个姑娘吧，以前她那个胆儿啊，就跟兔子胆儿似的，今儿也不知怎的呢，那就变成牛胆儿了。哎呀，哎，但是不管咋说吧，人家今天是舍身忘死，舍己救人呐。该表扬，那还得表扬啊！小文同志啊，你知道你这个胆子是怎么长大的不？嗯？那都是景大姐暗中一直在帮助你呢。啊！你记得上一次吕连长让你给赵政委连夜送封信那个事儿，那就是景大姐一手安排的。有了那一次的锻炼，你呢才有现在的舍己救人的这个事情，所以你要好好的谢谢景大姐。景大姐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小文同志，不用客气，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主任啊，你看现在文秋同志是我们幺五电台的英雄哎。那。我觉得应该开展向文艺秋同志学习的活动，以文艺秋同志为榜样，让大家都来学习文艺秋同志的精神。对了，我这样回去整个方案去呗。哎，不不不，现在大家呢都挺忙的，又是工作又是训练的，活动就不要搞了。你呢，这样去搞一个板报，把文艺秋同志这个英雄事迹好好表彰一下。那我现在就办呢。哎呀，小文同志啊，你还真是了不起啊！你真不愧是北京来的大学生，思想觉悟就是高啊！所以像你这样的同志啊，不光是表扬啊，我们还得奖励你。那主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不需要表扬和奖励。哎呀，但是我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我想进干扰组。我觉得我更适合在干扰组工作。那主任，我是真的积极要求进步的，我希望我能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贡献。行，我同意。哎，怎么样？心想事成了吧？啊？谢谢。成了，太好了！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们以后日子长着呢。我走了。你记得去看我啊！我一有时间就到住院去看你啊！好啊，我等着你啊。
那主任，咋的？哟，你这是咋的了？没咋的呀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你肚子不舒服了呀？没，我，对，我腰有点不舒服。哎呀，腰可是大事儿啊！啊，是。俺家那口子哈，他腰经常不好，我就给他拿两把，都成半个专家了。啊，要不给你拿两把？不用，我呢，我回去躺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哎呀，那主任，你客气啥呀？咋的？你跟我还客气？我就……不，我真不用。我跟你说，景大姐，听话。不是我真没事。哎，不是我不抬。坐着。哎呦，那主任啊，我吧，把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总结我都收上来了，并且已经汇总好。好，吃进肚子里，经过几天的消化吸收啊，去其糟粕，留其精华。留给您审阅啊！行，景大姐，你呢辛苦了啊！哎，我发现啊，就在这一年当中哈，咱们幺五电台的各个部门都很有工作成就啊！是，那是。下面我打算先从技术组说起。哎，景大姐，你看呢？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呢这个汇总材料也写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交给我，我回去看就行。哎呀，那主任，咋的？材料是死的，嘴是活的呀！你听我汇报完，然后再看这材料，会更加的全面，会更加的深刻。哎，首先呢，我先从技术组说起哈。技术组年度工作总结汇报。1963年12月1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：“比学敢帮，齐争上游。”近来，在我国各地工业企业之间，特别是在上海，啊，怎么了？你呀，你得咳嗓门子喊，知道不？葛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我嗓子蛮亮的，你听好了。好，嘿，我。在我国啊，各地工业企业之间中，特别是在上海和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业企业之间，嗯，掀起了一个比先进、学先进、敢先进、帮后进的热潮。各地许多工业企业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，有计划地派出工人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先进企业蹲点学习先进经验。这个比学敢帮运动的兴起，使我国的工业战线更加呈现着朝气勃勃。干啥呢你啊？哎呀，我相好来了，这不是吗？你跑房顶干啥呀？你有病啊你啊！锦大姐，不是你说你啊，你也不干活，跑那儿念报纸，你净偷懒，我说你咋想的你？锦大姐，您冤枉我了。不是我说你，我说你这老娘们儿，你怎么隔财呢？啊，我让他念的咋的了？活都干完了，年轻人他不能闲着不是吗？我让他嘴上也出点力啊。也蛮辛苦的。啊，要这么说嘛，这是件好事儿哈。万生同志啊，你要端正思想，积极的要求进步，争取为革命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，知道不？是，保证完成任务，金大姐。我呢来了，第一呢是例行检查，二来呢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大家得改善改善伙食，你看看。谁该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谁该杀？你该杀！哎呀！我说你这老娘们儿，你说你，葛师傅，你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老娘们儿，嘿嘿，金聊子。葛师傅，啊，你说话蛮有劲的。喂，小同志，到干扰室的规章制度，你每天工作都要读一遍，久而久之的就可以牢记于心了。您放心，
我会尽快背下来的。好，值班期间每隔5分钟就要对波段进行调整。如果发现国外对我们进行广播，就要立刻播放音乐或者政治文章，对其进行干扰，千万不能让广大群众听到他们的声音。哎，记住了啊，这不光是工作，更是革命任务，不能困，不能累，要打起12分的精神。我会打起20分的精神的。好，来，进来看看。哎，进来啊。哦。每天广播的内容都记录在这个工作本上，切记不可贪多求快，自己潦草，一定要记录清楚了。我会写得很工整的。好，你从明天开始正式工作。组长，我今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哦，那今天你值班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文一秋同志，你在干什么？组长，我眼睛迷了。我是问你，为什么听见外国对华广播没有进行干扰？我刚听见，正准备干扰。你准备时间也太长了吧？是是是，我眼睛迷了，我揉眼睛就耽误工作了，对不起，组长。那你现在眼睛怎么样？好了。继续工作，下次注意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等我好了啊，我马上就忙完了。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？你站在那里说。哎哎哎，你不要过来，很臭很脏的，猪屎！你快退后一点。都是因为我把你害惨了。老文，你这讲不到哪里的话呀？你这不是害我呀，你这是帮我进步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里啊比电台好玩多了，很自由的，我很喜欢这的。很臭啊，你往后一点啊。我听见他的声音了。那你踏实了，高兴了。我要提醒你啊，这里是155，每个人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啊，你可不能再出现上次那样的事了，没有人帮得了你了。嗯。啊？哎，等会儿。嗯。我这有些粮票，我也没有用完，你留着。哎呀，老文老文，我不用它的。哎，我每天吃得很饱很好的，顿顿都能撑到嗓子眼。哎，你留着用，你留着用啊！每个人每个月就那么点口粮，
你还撑到嗓子眼儿，你骗谁呢？快拿着！我没有骗你，真的。哎，你给自己多添几个菜吃啊！葛师傅手艺很好的。哎，那主任，最近万生同志表现的真的不错。你看啊，忙完手里的活就忙嘴上的活，自己思想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我觉得挺好。是不错啊，看来你还真是辛苦了。那主任，我提干的事儿。您也要求进步，一颗红心向着党，在咱们155电台呢，这个副主任的这个位置啊，还就你最合适，啊。谢谢。但是最近啊，这个组织外调，发现你丈夫存在历史问题。啊？哎，据说在抗联期间，他脱离组织3个月，哎，这长的时间他跑哪去了呢？啊？这现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，这也就是阻碍你现在进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呢。哎呀妈呀，那主任，我从来没在我们家老冯身上发现过你说的问号啊。但是，既然组织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那就是铁打的事实，他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我现在立马就回家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这问号消灭掉，哎，画上句号。你也用不着这么电闪雷鸣的啊！你回去以后呢，跟你们家老冯啊，好好的唠一唠，最好心平气和的把这个疙瘩解开，啊！请组织放心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铁水炉里捞条鱼，不弄清事实真相，誓不罢休。老姐啊，回来啦！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早还不好吗？真是的。我来，没事。哎，不行，我来，没事。来吧。哎呦，老姐啊，这都是你炒的菜啊？不是我炒，还你炒的。快点吧，菜都快凉了，快！哎，焖一个。来，哎，老景啊，今天是什么喜日子吗？哎呀，平常日子就能喝两口了？不对，今天要没什么讲头，你不能又是酒又是菜的吧？哎呀，老冯，你真是的，那就炒了个家常菜，喝口小酒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来，尝尝我手艺怎么样？来。行不？咋的了，老冯？咋的了？老景啊，自从你当上办公室主任，就没摸过马勺，这几年了。今天这味道啊，又回来了。看你说的，我忙归忙呗，那忙的也是正事儿啊，你别多想啊，来走个，走个。今儿回的早啊？那景大姐给你放假了？她今儿走的早，比兔子撩的还快呢。那是为啥呀？她有心事呗。
我觉得景大姐那人啊，要么是得了魔症，犯了神经，要么就是看上你了。你可别胡说，人家有家有室的，日子过得也挺好，看上我呢？再说我也看不上他呀。那他就是魔症了，人要得了魔症，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哎呦，你怎么总给我倒酒啊？你也喝呀？哎呀，我你还不知道我这酒量吗？哎，这说起当年啊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的事儿是啥吗？我咋不知道啊？我是东北抗联的呗。对对对，就是抗联。真的，要说起抗联战士啊，那个个都是英雄。说起来老牛了，你在我心中你就是一面红旗，嗯，这前进路上的红旗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你的指引下，我不怕苦不怕累，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才得到了党的信任，组织上的信任，让我当上了155电台的办公室主任呢。嗯，要说起来。哎呦，老冯哎，你真的功不可没哎！嗯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那当然啊，骗了谁还骗了你这个老抗联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今儿个真是高兴啊！高兴来喝！哎，喝喝喝！哎，这个水呀，它就得热乎点儿。热乎点儿才舒坦呢。哎呀，哎，哎，舒坦不？舒坦吧。哎呀，哎，再捏捏头，捏捏肩。舒坦呐，舒坦，这么多年了，真舒坦。哎，老冯啊，我听说有在抗联实在遭不起那个罪的，就跑的是吧？哎呀，自古打仗哪有不跑的？但是呢，是跑的少，留下来的多。那你们连有跑的吗？不能啊，我们连是英雄连，这英雄能跑吗？跑了，不成了狗熊？我就在想你就在抗联待了六年，没离开过几个月吗？当然离开过。干啥去了？干啥去了？醒醒！Товарищ Вик, вы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работали.
Товарищ Акимов,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равду. Спасибо за заботу. М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Нужно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отдохнуть. Ну, это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новость. Мы готовим большой объем радиопередач. Вы известный в стране диктор. Вы знаете китайский. Вас узнают слушатели. Но мне правда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Мне нужно отдохнуть. Хорошо. Я уменьшу объем вашей работы. Товарищ Акимов,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плох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ю. Мне нужно отдохнуть или же лечь в больницу. Товарищик, понимаю вас. Давайте вы немножко продержитесь, я приготовлю для вас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й отпуск, и вы сможете как следует отдохнуть. Да нет, черт возьми, я не могу ждать! Мне нужен отдых! Что с вами? Вы стали такой нервной. Во врем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, когда были гораздо тяжелее условия, ваш голос никогда не обрывался. Это, наверное, возраст. Мой организм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. Извините.